孩子，这个戒指奶奶都戴了半辈子了，它怎么能是你的呢？它真的是我的。哎呀，孩子，这戒指是我的，那上那线儿是你的。不是，这戒指和这线儿它都是我的，这是我妈给我的。这谎让你撒的头都冠军了。啊，六子，你跟我过来。坐下。六子，为了这么一个戒指，你怎么能拿你妈当挡箭牌呢？啊，你说你妈把你养这么大，她容易吗？现在她走了，你可不能因为她往你妈身上泼脏水呀！啊，你说说，你妈怎么能养活你这么个儿子呢？啊，哎呀，奶奶。你是不是丢了个戒指啊？哎呦，哎，这你演的不错呀，你演的。接着演啊，接着演。奶奶，你说这个戒指是你的，它就是你的。我送快递去了。哎呀妈呀，他整的还挺理直气壮的。我就说他改不了，这还改得了？告诉你们两个。以后别戴着有色眼镜看我。他刚才说什么？他说别戴有色眼镜看他。他怎么知道咱俩要戴眼镜呢？是呢。行了，您俩可别闹了。范奶奶，俺俩没闹，破案没？今儿早上没？今儿早上没？早着了。哎，钱儿，哎，钱儿，爷们，你干嘛？这要起飞呀？我这体格也飞不起来呀，往哪飞去？你说你还能不能干点事儿了？我叫你借两个馒头，你借这么长时间，那一锅菜都叫我吃了，你想齁死我是不是？借啥馒头？我搁这破案呢。哎妈！你这胸前还破案，你破案员还要警察干嘛？你滚一边去吧！你你怎么破案呢？王叔来了，来了。咋的呀？撑着了，跑这儿来了。多待家啊！啊！哎呀，老米呀！啊！现在你这个做饭的技术是越来越高了，我。啊！你说这个肉是越来越少了。佐料就是越来越多了，这话说的，佐料多它不香吗？好吃啊，是，佐料多是香啊，但是你不能软的硬的一块往里搁吧？如果吃着吃，就听嘎嘣一声，妈呀，把牙割掉一个，我拿出来一看，是个金戒指，啊，金戒指啊，你的，你看是我认的，哎呦我，你什么你呀？你。当年恁家老范托我找百货公司的熟人给买的，对不对？就这个，是。我跟你们说，孩子们，那会儿那个戒指和现在可不一样。啊、现在这个戒指，你看花样那么多啊，都不一样啊。那会儿那个戒指都是这一个模子卡下来的，一模一样，谁买都是在大街上戴戒指都这一样、啊，是你的吧？是，拿去。哎。以后求婚呢、啊，就明目张胆的来，别往菜里搁，对不对？走爷，啊，走，你干啥去？我看牙去，我干什么去？这个你牙都割掉，你干什么？倒霉孩子！哎呀，孩子，闹了半天，我这戒指是掉汤锅里了，你看看。我看看，你看看。哎呦，这俩还真是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的呀、啊。就缠绳了。嗯。妈，我不是说你的啊，你要是也缠个绳，不就掉不了锅里了吗？就是妈、啊，不是我们说你，是你说那戒指早点缠个绳，你能冤枉你六子吗？范奶奶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要缠个绳，别说掉了，撸都撸不下来。就怨你妈，你说这事儿，人家六子人家是放出来了，你说你这……哎呀，行了，你说你们几个孩子，不是我说你们。刚才你们把六子给冤枉啥样啊？你们呐！我就怨你。哎呀，啥玩意儿你二兄弟？不，妈，你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啊。行啊，行，快点往家，给六子打电话，让人来一趟啊。二姑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哎呀，这太像了，这。喂，小六子，你来一趟啊。来了，姑姑，他让我滚犊子。能干啥你？我给他打。喂，
哎，刘子妈，我是你二姑父。对，你到我们家来一趟，我有个快递，麻烦你一下啊。哎，他不来。哎呀，六子，我是奶奶、啊，你快过来一趟吧，奶奶真有事求你啊。哎哎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快过来，你可好好跟人解释啊。你放心吧啊。哎，你放心，给人孩子冤枉坏了。没事，不要紧啊。奶、哎、奶，我来了。六子，那个我们家有个快递，麻烦您给送一下。寄什么呀？就这个戒指。寄给谁啊？寄给你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you